来看内在，内在这个 NG 行为，个性太豪迈，豪迈也不行吗？豪迈也不行吗？东燕，你在嫌人家豪迈？对呀，你在嫌什么？不是嫌人家豪迈，我觉得女生豪迈，她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内敛的一个精神，一个分寸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如果啊，就是说，比方说干杯啦，那太豪迈，来干杯杯哦。刚才那是碟子，你要听碟子吗？你去做做什么叫做豪迈？我觉得干杯啊都 OK， 但是我觉得会到跟男生拼酒，然后是不服输的那一种豪迈，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喜欢你，比较不能接受。哦，对，那女生真的就很会喝。那你也不懂，不是？但我觉得很会喝，他可能是故意要把你灌醉啦。哎，他不是跟我，不是跟我。就是跟别人，然后就是那种完全没有办法被激的这种个性。那你想要拦他，他也没有办法让你拦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，他觉得自己就是太强势了。可是有一些女生就是很喜欢喝酒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男生为什么只有男生可以干杯？而且我还可以帮他挡酒，为什么不合理啊？七七多好啊！喜欢喝酒可以喜欢，基本上这个我其实我不赞成他啦。哎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有没有单独一张椅子，我自己坐旁边。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一样，爱喝酒、爱交朋友，其实可以啦。嗯，但是豪迈没有让。但是刚刚东燕在讲的哈，我知道他东讲西讲，他根本从头到尾都在影射洛丽塔啦。不是，我没有拼酒啦，有的时候会啦。但是豪迈是蛮符合你的啦。对啦，因为我平常你有因为这样吓跑过男生吗？对，因为我平常真的讲话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他就是一个私底下跟现在一模一样的人，对，一模一样。然后之前就有朋友他就说，哎，我跟那个男生朋友还不错，是一个工程师，乖乖的，就是然后那个哎他很想结婚，他说不然你跟他认识看看，你们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之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哎呦，好像蛮好的这样子，然后就约出来见面了。那约出来见面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是做自己嘛。我想说，如果以后真的要结婚，我就装不了多久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纸包不住我。对，我们很真实。对，我就想说，那就是这样子。鸡蛋再密也有缝。对啊。然后呢，反正后来，哎，第一次约会结束之后呢，那我回家就开始想说，传讯息给他说什么？哦，谢谢你今天啊，比如说送我回来啊，或什么之类。就是发现他都回得很冷淡，他就回说，比如说他只会回说不会，然后然后没关系，就是回得很冷淡。那你就也回他很冷淡，他给你一个字你就算一个字，几个小时回你你就 double 给他。不是啊，可是我就想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原本想说不是好好出去，不是好好才出去蛮开心，他也没有讲什么，他也不晓得哪里惹到他了。对，后来才发现原因就是你衣服太重。对啦，最近跟他们约会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多重的衣服，穿个菜瓜布出去。反正后来我就想说很奇怪，因为就这样子两三天过去，我都有试图想要热络问他说，你今天在干嘛？然后他就会只会回我说在忙，在上班，就是超级冷淡那种。所以后来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去问我那个介绍的朋友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朋友很奇怪，他都不太理我，然后回得很冷淡，怎么了？然后他才跟我说，他说因为他其实就是那天出去就有被你吓到，他说你就是一直骂脏话，哦，骂脏话。他说我讲话的时候就是一直骂脏话，然后他就觉得不能接受，因为他家好像很脏话。你的脏话是一个智商。字还是都有啦，就是语助词嘛，就是可能我今天走路走一走，然后那个踢到脚好痛，就这样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都是自然，然后东西不好吃，安内你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骂脏话还好，我刚刚想要表达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我想要以他为交往前提而认识的，我发现他拼酒的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。那你没有办法放心在交往之后他出去的状况。当然，可是你没有想到是看他底线在哪里，有没有自己hold住自己的能力吗？比如说他就是真的酒量很好，然后你拉他，他就会说我真的可以，你就会觉得你就是不行啊，你就是女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然后其他可以啊？没有没有，应该这样讲，因为这就比较涉及到女权跟男权的主义，父权跟母权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想讲的就是拼酒可以，大咧咧可以，但是重点是。你要不能有酒胆没酒量，对对，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分寸嘛，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要有一个。如果你今天可以一个站十二个男的，你全部把他们喝倒，你会安然回家，还可以吃完广东粥，对，还真的这个广东粥就是啊。一个女生站十二个男的，我就一直跟你讲，你不要那种日本片看太多。对呀、啊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多人喝酒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最豪迈的女生强强。没有，我其实我这个人我是这样，我真的是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但是我是一直在成为，就是说女人你要弱就
做给你觉得值得的男人看，就是我会觉得今天这个男生他不会怕我这种气势，他觉得他气势强过我。你觉得你会比个女孩子气势弱吗？是我说真的，如果男生够强的话，女生就会弱啦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女生你就真正做你自己。今天你真的喜欢我的个性的人，你不会因此而怕吓跑吗？你比你强，对呀、啊。你今天够宰掉的，你怕什么啦？对对。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，而且我们自然会依靠你、啊。对，而且我又不是那种女生出外面啊，每个都哦，我不会，对，很恶心。男生都喜欢这种，你们都喜欢智障，喜欢智障。事情我真的做不到。然后走出家门口，男生还说：“哎呦，车车，好怕。”但是我必须说，大部分男生都喜欢这种女生，对，都喜欢这种。对，为什么你们男人喜欢这种碟子的女人？你们都喜欢这种，没有，喜欢太轻松的讲。拜托，有一句话，我们这种出去什么都自己做的，哇，你们都把我们闲得乱七八糟的。你们自己做，喜欢碟子，没有啊？你们根本就他不依赖你啊，他不说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嗯，打不开，开关关。好可爱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七七一定是喜欢讲碟子的女孩子，你是不是？那些转不开瓶盖的女生都嫁人了，但那些转得开的瓶盖的还在转瓶盖，所以我觉得我要为这些女生而平反呢、啊。我们转得开怎么样？真实而已啊，转得开的我看人好几个都离了吧，还很会开罐头。我觉得你不能把你自己遇到的人都架构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大部分，我说的是大部分啊，我们大部分男生确实是怕我们这种女生啊，对，太独立，没有女生的样子啊，我们自主，我们有想法，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可是男生就会喜欢女人成为低下来眼低配合你们，我不愿意演啊，我真的不愿意啊，他也放弃治疗了啦。所以你们也不要，真的，我们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没有资格来这边评论你们成为 NG 的女生，请你们尽量评论我。好了，这个太多 NG 的男生，没有意义了，赶快录一录。